声抱歉，我的抱歉，我对你说声抱歉，再一次，我对你说声抱歉。知道，你看，你看，这 一首歌可以串出那么多人，我们欢迎猫头鹰萨克斯风重奏团。掌声，掌声！哇！啊，你们掌声不够啦，来，再次掌声，由我们团长杨明渊带领的猫头鹰萨克斯风重奏团。哇，他们的帽子闪闪的发光，哇，真是赏心悦目啊！哇，老师今天也有来耶，王玉文老师。好，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我演唱会的嘉宾哈，演唱会的嘉宾，大阵容。哎，通常好像只要是天王级的演唱会，都是要这样子嘛，对。好，阿威不是天王嘛，真的，我不算什么天王，不过只是神级的人物这样子。哎呦，要跟我更新设备是吗？要帮我更新。这个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在惠孙堂演奏的哈，因为这个今天碍于场地的关系，所以把他拉到一品书屋，大家都在我旁边，环绕着，大家都在我旁边哈。来，大家之前在那个猫头鹰重奏团之前有来我们一品书屋有表演过，那有来现场的人举手，有听过那一场的。是不是很棒，对不对？他们那一场真的很棒，真的。来，立刻换一下啊！这个一定要跟他们同团的感觉。好，这个就是我们由王玉文老师所带领的哈。王玉老师他带领的这个整个算是萨克斯风重奏团呢，非常的这个有经验，而且团体也非常多哈。那猫头鹰只是他带领的其中一个最杰出的。怎么样，你们笑得有一点谦虚吗？我们要这样，我们是最棒的，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最优秀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王玉伦老师所带领的这个萨克斯风团队，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时间还没11点哈，那个要注意一下时间。倒数时间是不是？对，要记得提醒我，就是5分钟前。过了这个。10分钟前好了。10分钟前提醒我一下，那个设闹钟一下嘛。好，大家一起提醒一下。好，提醒一下。其实阿威呢，有几年的时间了。跨年我是在那个草悟道那里哈，市民广场带着大家一起跨年。大家都知道草悟道市民广场是由谁打造起来的吗？标准答案，来找 Tina 领一份纪念品。这个可能有人不太清楚了哈，为什么台中有个草悟道？因为草悟道当年是因为那个阿拉帕伯失火，知道吗？因为那个店是像我们音乐人偶尔都会带朋友去的店。那一天晚上呢，我看了那个新闻，我一边看一边呢用掉我一包的五月花。那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之后，隔天呢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到草悟道去，那去表演。刚开始表演还被市政府赶，还被赶赶到后来市政府拿我表演的相片去做广告，说我们台中有一个很棒的文创廊道。虽然未经我同意啦，用我的肖像，但是我并没有跟他们索取什么赔偿，
没有，因为那个是也是一个轨迹嘛，哈。好了，这个段历史，如果各位有兴趣，欢迎邀约阿威去演讲，哈。啊，阿威演讲可以把很多故事告诉你们，哈。要找我怎么找？哦，上网 Google 台湾街头艺人教父就找得到了。如果你们要邀请我哈去演讲，还有如果你们公司行号哈有要什么活动，或是社区哈甚至小聚会哈，像我们这个但我们这个医师有时候他们小聚会也会找我去哈跟大家同乐了哈。如果你们有想要的话，我们就先带来这首《如果》。如果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雨，我愿是那小雨。终于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凄迷。如果你是大海，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片叶，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来 solo。 如果你是大海，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针叶，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感受到我们对在座各位的诚意。哦，平常就阿威一把吉他应付了就算了，今天请出这么庞大的阵容，只为了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啊。到现在有没有后悔来这里的？没有，没有了。我不敢再开支票了，我再开支票又要兑现。我本来想说明年要再来的举手，这样子。明天再来，这好狠哦，直接明天再来。大家睡在这里好了啊，明早再来。好，这个基本上我告诉你，我就住在旁边而已，我告诉你，我走路就来，我没有差。好了，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歌哈，但不过在这里，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其实如果常常有在演唱的歌手大概都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声线，对不对？不是说一首歌一个调所有人都可以唱，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些因为
猫头鹰吹的调跟我的声线不太合。我先打预防针，我先打。啊，那他们又来不及变谱，你知道吗？因为啊。因为王老师太忙了，要叫他把谱再改过，王老师没空、哦、所以期望明年的跨年他把谱改好了，明年我们就再来。不行不行，我会被泰哥，马上安插，我被泰哥杀了，他已经预约我两年了都没有预约到、哦、好了，不过如果你们大家都真的来的话，我就在。要不要来？举手举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明年跨年要再来的举手，我看看。哎呦，恭喜存证哦，恭喜存证哦！大年，你都卖照，你都卖照。哈哈圣诞节来的。圣诞节。圣诞节可以来了。好，脸看这里，脸看这里，我点名，我跟你讲，我到时候点名。举手举手举手。我要一个点名。你若无来，恁就知。我把商演推掉来这里。圣诞节来，然后。哦，这位美女，我一看就知道你慈眉善目的，真的，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好了，这个我先打预防针了，因为真的来不及让他们变调了哈、哦，除非现场有人愿意上来唱歌。有没有很想说也能够上来唱唱？哎，特别是有机会跟阿威来合唱一下的，因为阿威以前在中广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有个绰号叫做和音小丸子，小丸子。哎，对对对，我是很会和音的，嘿、哎，哎，通常我和音都是在小巨蛋啊，帮一些巨星和音的、啊、如果今天有机会看谁上来唱，让我和到的话，应该我要晚上回去要睡不着觉才对。好、哦，等一下，我们看看了、啊、哈、哦。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微风往事》。没有人出声，来吧，微风往事。好，会唱的大家一起唱哦。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不宜太急，别再忧愁。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我感动。回首，别再忧愁。是我心中何去何从？心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回首。
别再忧愁。露馅了，哎呀，好了，露馅了就没关系了，露馅把它舔一下，把馅舔干净。好，这首《读你》哈，虽然是蔡琴嘛哈，蔡琴早期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来到一品书屋呢，大不多数的人都来干嘛？读书。对对对，读书。那有时候，一个人哈，有时候就会像一本书一样哈，有很多的故事啦哈，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哈，有的曲折离奇哈，就像红红跌了一跤哈，希望他能够像小猪一样，很快又站起来。小猪今天在花莲跨年嘛哈，好了。这个希望他能够很快谈。其实讲这个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好了。你看美国克林顿总统当年有没有在办公室干什么？对啊。但是他治理国家国际的事情还是怎么样？还是有治理好嘛哈、哦。所以我们专业归专业啦哈、哦。那有些属于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哈。哦我们就留给医师去解决。好吧，读你，读一本书来读你。醉人的诗篇，呜呼呼呼呼，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呜呼呼呼呼，
这首歌已经快到我的临界线了，已经快到我的临界线了。不是我唱的调啊，不是我唱的调，要请他们马上变调又还来不及哈，所以已经开始有一点癫了哈。等一下还会有更癫的，所以如果要等一下要杀鸡、杀猪、杀鸭，等一下牛刀再拿出来。不过我们先沉稳一下，先来一首。刚刚说明年再来嘛，明年就是说元明天的元旦这样子。明年就明年。明年哈。对，可以可以。我们就在这边一直到天亮。然后大家一起到公园去升旗、晨跑，然后看看明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怎么样？很好，很好。好，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云去吧。来，掌声。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我的心里多着个忧郁。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要轻哭泣，抛开忧郁，忘掉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女孩，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我的心里多着个忧郁，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掉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掉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掉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好，谢谢这首歌。记得以前学生时候哈，每次遇到要考试的时候，我都会喜欢到那个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啊，马上又是露馅了，是吧？啊，每次都会去中央大学的图书馆看书，然后看到累了哈，就会走到它外面的一大片草坪，啊，一大片草坪的中间就有一棵榕树，我就会躺在那树下，然后眼睛呢就看着蔚蓝的天空，哦，那偶尔呢飘过一阵阵的这个白云哈，那是我以前常做的这个眼睛保健啊，什么勾当？什么勾当？我想眼睛保健啊，所以像我这样已经年过半百哈，不太有老花症状的哈，也真的不多了。哎呦，有人笑得很大声，莫非他已经60还没老花？
我知道有的人他四十几岁就已经老花很严重了，对不对？哎，各位，我戴的这个眼镜呢是近视眼镜哈，哎，这个是只有150度了哈，哎，平常哎是不太戴的，只有开车的时候、找门牌的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看美女的时候，就应该看清楚，所以这个是近视眼镜哈。但是哎，视力你看我这样子还可以看得清楚，算不错了哈。所以奉劝大家，如果现在常滑手机的哈，偶尔有空的话哈，哎，可以学一学哈，躺在草地上，如果怕草地太脏，可以躺在那个石椅上面，公园椅上面，看看天空啊，那应该不错。明天是不错的天气哈，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哎，那个时候你就会，你这样看着，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怎么这么渺小？好吧，看着，你就会想到，心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他，就默默刻在你的心里。哎，刻在你的心里。李彪峰，你知道吗？啊？回去了啦。你再走我不理你喽。我说真的。你什么时候理过我？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没有。要不是这样，我怎么管你悲
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去心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临时变调了，但是各位如果曾经当过歌手都知道，像比方说类似我们这种职业歌手，我们都不太喜欢唱卡拉 OK， 因为呢我们每一首歌我们会有自己想要诠释的音域，诠释的调性，所以呢如果照着原 key 唱的话呢，那真的就是会出丑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今天来开心就好。好，没有抓包的了，拼搏俩包哎，你好。好，那其实阿威从这个1980年开始走唱到现在，41年的时间，从西洋老歌唱到民歌，唱到流行歌，唱到包括像这些最新的电影主题曲，因为在我们这个职业的生涯我们要学歌是很快的。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听什么歌的话，可以开始先跟我们 Tina 点歌，下次我们就专门开一场，就是观众点歌场，就是全部都唱观众的歌这样子，好吧？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明天我们再开一场好不好？我这个有时候常常就是那个说出去了就后悔了，话一说出去自己就开始后悔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 也有一点超过我的极限，不过 I do my best， 好不好？ I do my best， 因为不像都不是我唱的调了，都不是我唱的调，所以呢有一点吃力，好吧，既然唱了卢广仲，我们就来唱个周杰伦的，好吧？这首歌已经有全世界版，有法语版、泰国版、韩国版、日语版，我们就先来听听原唱的阿威版。Mojito。现在就别浪费时间，先上手起来吧。东方的冰火组成的土壤，所有色彩都因为它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忘了时间的过渡。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贴出的招牌，错落的旧巷，一封封城市信给天空的情书。大街的亮。心旁观的漫步，
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见过你？绚烂的海风阳台，灿烂的阁楼阳台，和你是回旋家的那一片海。谢你的鼓励，我们再次给王玉文老师以及猫头鹰重奏团再次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吧？谢谢，谢谢。如果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话呢，可以加入他们的粉丝专页“猫头鹰萨克斯风重奏团”。好，谢谢，谢谢，再次感谢他们的莅临。王老师要回去泡奶哈、哦，然后这个要回去唱。王老师，他们为什么选猫头鹰？是因为他们下班之后大概十点多才开始。是是是。我们的怡言姐，我们的团长，我们团长，谢谢。美丽的怡言姐，感谢他。好，他们每一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医生，谢谢他们，谢谢谢谢谢谢。把握了我们一年书专程来特别来当特别嘉宾，谢谢。